大家好，我是黄叶玉，我和小玉。你们这里好像是不是我是小叶？今天送阿哥来学校，顺便帮表姐拿点书是没？书和衣服，书和衣服来学校给表姐。表姐上个星期没得回去哦。嗯。爸，我出汗了。出汗了，我帮你脱。阿哥来县城读中学读了。一年半两年了、哦、你看对县城都不熟悉，我有住过学校，从来没来这里逛过、嗯、表姐的 学校在这边，我的在那边，都不认识路是不是？是啊，叫你我也不叫你自己送来的不会，所以我呢就送我来、啊、送你来，顺便帮表姐拿东西来、嗯、你看我们现在在车上，哎呀今天好热、啊、我脸都红完了，晒的要等了十多分钟了，哎呦，你看谁的都衣服变成短袖了，是没你？是去跟他姐、嗯、去跟阿哥去看表姐，说在门外等的，去看在那里等了没有？还没得吧？去看一下，差十分钟这样，可能在停在那里呢。去看一下看，表姐在那里等着没有？有没有看见表姐出来了没有？没有，还没有来是没？在去车上等一下，在外面晒晒的。走了，小玉。很热了，是不是，小玉？当然热啦。表姐还没出来，来，跟小玉他们在这里玩一下，他们校园边的。为什么那么多绿色？员工服是不是这里？慢点嘛，不敢过是不是？爸爸，哎，你牵我，我牵你啊！我那边有卖东西吃的，我是不是？阿哥背你过去不行吗？自己走过来。哎呦，你看，下面有水是不是？对，我害怕从那边走，我不敢从那边水从。那接着，我像一条鱼。你不是一条鱼啊？这样，爸爸。哎。为什么那里有绿色的东西？那是青苔。哇，你看那边有东西卖，小雨，想不想吃？想。那去看看有什么吃的。你没来吃中午来是没？要跟我来了，叫你吃你又不吃。哇，小玉想吃这种香香的，是不是？你看你的嘴巴都哭了，不能吃这个。爸爸。哎。喝奶茶是不是，小玉？爸爸，你看那里有一个气球。哪里有气球？那里地球。地球啊，哦，在那楼顶上面那地球仪。地球。眼睛那么绿的。天气热了哦，喝杯奶茶就行了。就买了一杯奶茶。走这边了，走这边了，不用走那刚才那。那是刷脸进去的，是没？我学校里只有一个。刷眼的地方哦，是没？你小玉去学校都是刷脸的，小玉。哇，这么高级呀、啊，小玉。哇，看有没有鱼？没有。没有吗？都是没有。是的，那没有鱼的哦。被吓跑啊！被吓跑了。他自己跑的。是没？他腿。看到表姐了吗？妈妈。哎。你想坐一下是不是？嗯。那你坐啊。那有蚊子，他就跑了。嗯。小姐还没出来拿她的东西。你睡太
睡觉，脚底就没有出来。没有了，那我在这里都看得见了，那门口就在这里呢，看就看见了。在门口也看不见。他可以看见我们呢，他在那边。好喝没？工地小呀。对，他泡在上面那里。现在晒的脸也红完了，是不是？晒天好好一个。哦，你穿个短袖的热哦。这些花好看呀。是没？是。哇，是吧？哦。来喝我的。跳不跳？两个。慢点吧，不要摔跤吧。阿姨，摸摸一爪天天。这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。是灯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我认识它。你认识它？对。你们俩都不认识。就是你认识是不是？对。耶，我差点还是。你已经算瞎了，我们三个人在这里，你都没看到我们。哪个人没见你？你出学校了？小雨，嗯，我小雨，快去拿东西过来，好了的，拿手去啊！表姐，那么从这里过都没看到我们是不是哦？那么近哦！我不知道，我是坐公交车来的。慢点嘛，看车看路吧。给东西给表姐了，我们送阿哥去学校了吧，跟表姐拜拜先。拜拜，表姐。拜拜。走了，送阿哥，走。送阿哥，我们要回家吧。给我。到学校了。明天要到你去学校了吗？哦。我今天不要去学校。嗯。明天才去啊、哦。对呀。下了，大哥先。哎，我们送阿哥了，回家先了不？去动物园。去动物园啊！现在去动物园，人家动物园都关门了。爸爸，回家先了，拜拜了。拜拜。嗯，要躲起来是不是？